妈妈是我的老板，我是我妈的小助理，给我妈服务的。Our mom is a hangry person. Oh yeah, food has to be ready as soon as she gets home. Mama 一直老在厨房，但是没有给我做饭。My mom works at a Japanese restaurant. Okay, thank you. Bye-bye. But she always says Cantonese food is the best.妈妈好厉害，妈咪在给鸟 wing， 一拳打它那它就飞了，喷火。小牛，小牛 ，Hello。我总是找不着它。小牛，吃饭了，你们先吃吧，然后等会儿我再吃。每天忙的连饭都吃不上。小时候，我们总让母亲等待。隔了夜的盼望，像反复加热的饭菜，一天天，一年年，直到我们也有了注视的方向，开始了属于我们的等待。在亲近和远方之间，我们都做了各自的选择题。渐渐的，繁星的工作，琐碎的事情，斩断了我们跟家最后模糊的纽带。传递的纸呢，就是阿布交给我的东西，我要再交给你，还有我再交给我女儿或者儿子，这就是传递的意思。阿布，我来帮你。妈，今天我不来了。Mom, can you teach me how to make a spicy salmon roll? Spicy salmon roll? OK, 不如我们一起做了。我们各自拥有双重身份，在工作中奋力上进。在家庭里，柔软、包容。小一点。我们是母亲，也是女儿。带着母亲教会我们的柔韧，领着孩子继往开来。无论往后我们的身上增加了多少个标签，母亲给我们的烙印还在那儿，温热着，滋养着，在生命中无声的延续。在饭桌上，我们吃的不再是味道，是总想复刻的正宗，是时常想念的家乡，是母亲用一生调和的温暖。妈妈这一次终于给我做蛋糕了。Serving her dinner, allowing her that comfort, it's the least we can do. 妈妈笑起来好温柔，我爱妈妈。她呀，要么不做，一做起来比我强多了。